那我们 Padlet 做完以后呢，点选这个分享的箭头，在这里呢，好，在教室因为是平板，就选这个给学生扫 QR code。那扫 QR code 补充一下哦，当你开起来的时候呢，前面三排的学生大概都没办法扫，因为离投影机离大电视太近，所以我要按着 Ctrl 键滑出滚轮往后，把这个 QR code 缩小，这样前面的同学才有办法扫。特别提醒老师的，哦，那在滑鼠滚往前就放大，扫完以后就关掉了。那要跟学生讲说，来，同学扫完 QR code 以后呢，点右点你那个在平板右边的加，如果是手机加是在荧幕的正下方，因为画面不一样大小，然后点加、哦。那我们把它讲完，这个地方我会叫学生输入座号，我是30号。后面如果国中生可以打名字啊 ，OK 吗？吕冲贤。好嘞，那这边是可以留言。好 ，Hello。下面这边呢可以选颜色，黄色看板出去。那我们来介绍这个，我一直要讲完。这里可以上传任何档案，这叫上传档案。那这边提醒老师，如果学生是使用 iPad 做的档案 ，iPad 里面的档案呢，我跟你报告一下哦，上传到 Padlet 打不开，因为我们 Padlet 是在电脑。那用 iPad 做档案，所以呢，他用 iPad 做完的作业要请他转成 PDF 再传上来，各位了解吗？你在 Pages、Number、Keynote 做的档案，因为我们电脑没有办法开启 iPad 所做的那些档案，不同电脑公司啊，一个是 Apple， 一个是 Windows 啊，哦，转 PDF 就通了。那这个是超连结，来，超连结我做一下。那这个是拍照，那这个是搜寻图片，来，我找昆虫好了。我点这一颗、哦，点这个搜寻图，有个放大镜，昆虫打英文打中文都行。好，打完字以后呢，点这个箭头送出去，他就帮你找到了。来，我整理一下、哦、昆虫，这里，那这里呢几个选项，这个地方图片、动画、YouTube 影片，这个是声音的 ，Spotify 是声音的，啊，这是网页网站了。来，我就点这张图吧。哦，传送出去啊！再来哦，我再点这个加，我一次把它讲完了，谢谢。我是31号，那这里呢是超连结，当我附上连结，点起来就跟你讲网址。好，我打个比方，我这里呢想把我 YouTube 影片连结，这是我的 YouTube 连结，好，这是我个人的频道。来，我就把这个连结选择 Ctrl+C，Sorry。这个超连接这有一个链条 ，Ctrl V 贴上，那这个是一个网页送出去，它可以传什么？请你把相关的网站连接传上来。哦，这是我 YouTube 频道喽。哦，这个，哦，传上再来，再点加。那这个呢？我在电脑没办法操作 ，iPad 是当场拍照片。来，点三个点点是完整设定，我是33号，来点这里哦。来，我念一遍哈。学生也可以再传别的，他做好本，再上传任何档案连接，这是拍照，这是录影，录影很棒哦。录影的话，你可以请学生用英文讲一段两句打招呼的话，这我都试过哦。这个等一下老师你可以体验看看。那录音只录声音 ，iPad 可以录声音呢、啊。点这里啊，那这里呢，荧幕录制这个不太重要，画图哎不错啊，画图什么，请学生在 iPad 作画。或写数学式子，然后点开来，譬如说什么三哦，我现在拿着画书写字很呛哦，他在 iPad 用手指头画很顺哦，等多少啊？把它储存，好来就可以把它送出来。我再点发布啊，再点加，三个点点哦，这里也可以做什么投票，新功能，可以出题啊，然后点一下，这上次没介绍，投票呢？你最喜欢的昆虫了，蝴蝶啊、哦，天牛。如果两个题目，哎，就可以啊，就可以做投票哦，那就可以把这个让学生去填答。好，我是这个。发布，哎，发布完以后呢，题目在这里，同学们就可以彼此对这个题目来做填答呢，他都会计票哦，哦，
那填完以后呢，点这里就显示结果。来，我再继续。来，我是35号，35打在这里，三个点点。那这个是 AI， 我不会画图。AI 哦 ，Pad 有 AI 哦，新版的。来，我不会画图，点这里，输入你的关键字，譬如说，什么，猫咪在外太空。好，来送出去，他就在看你文字意思，把图片帮你生成，帮你产生图片，就是文字神图 AI。这个 Padlet 在玩这个，啊，这个很简单 AI 啊，想让孩子有没有什么创意出来了，落差很大哈，他只看到没有看到外太空，也许打英文会更好一点。来，我们这次换英文输入好了。我在 Google 里面打一个，在外太空我不会拼，我就用 Google 翻译。外太空，来 ，cat in our outer space 哟。再一次，送出去。这是它 AI 功能。它根据你的文字在画出这张图。啊，等一下你可以选你喜欢的。老师有听懂吗？打中文跟打英文不一样。好，来，这两个外太空我就点这里好了，带着猫咪的，这看起来比较有 feel， 比较有意境。点开来，我要这张图，就可以把它传出去了。这里传送，啊，再来点加，我这次把它讲完了。那这里呢？好，这个是我不会画图 ，AI 产生图片，这个只是搜网上搜寻图片，搜寻动画，这几个是一组的。来，我要找动画哦。打什么猫咪的动画，打 cat 点右上角这个箭头就送出去，这跟猫咪相关的动画你看见吗？好，点这里，好，把它传出去。我刚忘了打标题，因为没有打标题啊，上面这边就镂空。来，再来点加，就是这一颗啦，你在这里点啊，搜寻啊。好，我习惯还是打错40号，我点这里哦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图片，它是 YouTube。 老师，我在 YouTube 要找什么天牛。好，送出去就是右边的箭头，点下去，跟天牛相关的 YouTube 影片就过来了。好，我点这里，这是上传的进度，就可以传出去哦。所以它看板很丰富呢 ，Padlet 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再点三个点点，那这是地点啊，地点我们就等一下再说。好，来，那可不可以录音？这个等一下你必须拿着手机或平板才能操作这三项。我建议老师你可以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